哎，今天快要结束了，应该要到了吧？哎呦，到了，要到了，寻宝任务哦！AI 核心哦，我们要来了，好兴奋哦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哎，不在这吗？AI 核心，没垮掉吗？我以为我到了、欸，藏宝藏，没有 AI 核心吗？你再发现一下好不好？你再发现一下，难不成我要在这边设点？势力最多拥有一个据点，那探索宝藏处吗？有找到吗？哎呦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！这些机器人都死了、欸，我们进来了，我们终于进来了，原来是还没到啊，原来是还没到。AI 核心在哪里？他不是死了、欸，他是睡着而已。哇哦，啊，这样子很硬哦。那我要怎么找 AI 核心？趁着他们在这里休息，直接走进来是不是？哎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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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好，偷走他的 AI 核心，捡起 AI 核心，好，赶快离开。捡走 AI 核心之后，这个是什么？简易冷却器。这个要不要也顺便捡走啊？哎，捡不走。那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快快快，离开这里，离开这里，离开这里，离 开这里！不要跟他们打嘞，谁要跟他们打？三只哎，我要重新组织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又有了又有了又有了，回来回来，进入进入，回来回来了。瞬间离开，AI 核心，AI 核心，拿着 AI 核心回来喽！我的草药蛮多的嘞，有点量，有点多。我把这一格换成牧草，然后。因为我发现我的动物没有很乖，没有很乖，仓库的食物越来越少，虽然还是很多了，还有3000，不过要值得警惕一下。旅行者一到家了，AI 核心拿回来了。等下等下，一个居民无事可做，你竟然有无事可做的时候，农夫我帮你上升成一好不好？然后矿工没矿可以挖吗？真的没有都挖完了，那去挖白银好了。这个指定 OK，都把这个打开，白银 OK。打开来等你挖，对吼，我干嘛？我现在已经有 AI 核心了，我应该要等下，AI 核心，它装进去了。我刚才想说 AI 核心呢，原来是你。我本来想派另外一个人去拿的，他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受伤了？哦，你在跟骆驼打架哦。你干嘛近身搏斗？干嘛想不开？干 嘛想不开？跟骆驼打成这样，我们不会被骆驼打死吧？不会被骆驼打死吧？打输了，打输了啦！啊，你干嘛想不开？跟骆驼近身搏斗，太想不开了。
哎，核心完成了，电脑核心我可以启动嘞。哇，缺少两个推进器，看一下启航报告，缺少两个推进器，然后缺少这个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看一下哦，新建，哎，应该就是这个吧？这个哦，这个图形看起来很像是重力装置。好啊，好啊，装装装，它需要什么？需要很多东西，都是电子零件，都是电子零件。哎，仓库又一次爆仓了，又不够了。啊，我决定把这个拆掉，然后把这个火化炉移到这里，把这里封起来，结构封起来，变得更大一点，整个都变成储藏室，不够大，太多东西要放了。欸，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他一直很不爽。欸，你看他一直很不爽。欸，我可以研究食品包了。那我先肉饼制作好不好？肉饼这些，我是想要说，这个人我真的要流放了啦，不能在这里了啦。即便他很强，先把东西都放下来好不好？那个我要流放你了。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容忍，容忍他在这里哦。哎，要怎么流放？要怎么流放？一样把他拘捕，拘捕之后，哎，不能吗？不能跟他交谈？哎。我们不想要收服他，我想要流放他。我想要流放他。欸，我找到放逐键了。嘿嘿嘿嘿嘿，放逐是。走了走了走了，你被我放逐了。欸，等一下，我是放逐人呢，放逐错人呢。嗯，有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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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因为有人被放逐，所以那个社交是有些人很不开心啊。这个需求有没有？哎，有人很不开心哦。你们有什么好不开心的？他老是在纵火，你有什么好不开心的？有人被放逐，你们不开心？好像也没有不开心到哪里去，才负三而已。我们正式放逐他了，虽然他为我们带来了很多诸多好处，可是。该放逐的还是要放逐哦。这一块完成咯，全部纳入我的范围内。哇哦，好大哦。欸，盖一个信标哦，对，还要盖一个信标。欸，这里盖在这里。欸，盖在这里，我看一下这个信标的范围到哪里。上一个信标的范围到这里，到铁这里。欸，这样子不够。欸，不够。欸，怎么办？不够大啊。哇，那这边不要了，这边拆掉重建好了。结构把这个围进来，这里不能用了吗？好好好，这一块不要了，把这个拆除，拆除。哎呦，独角兽群。欸，欸，驯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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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几率 1.8 会打我。欸，不会真的打我吧？欸，我不敢说。欸，以前我是不是有被打过？杂货批发商来了。好好好，我要杂货批发，来跟你批发。把我那个仓库清一点掉，我仓库实在爆仓太满了。我在想我要不要跟他买公猪或母猪回来。欸，猪的肉应该很多吧？好啊，买一头公猪，一头母猪，生一窝小猪，
好像不错，好像比养牛更好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猪了，有猪了哎、欸，猪也可以搬运哎、欸，哇，猪这么好用，我养什么牛？猪这么好，我干嘛养牛？牛哎、欸，可以大概杀一杀了。牛可以大概杀一杀，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杀哎、欸，不然早就爆仓了。哎、欸，小公牛二肝硬化，杀掉啊！我留两头牛就好了，其他的牛都全部先杀掉好不好？留这个母牛20和小公牛8，嗯，最后出生的，其他的全部都杀掉牛宝宝。其实我真的有点不忍心杀哎、欸，都还没有长大就杀哎、欸，有这已经长大了，杀，长大就杀好不好？牛宝宝留两个牛宝宝就好了，其他的处理掉。小牛长大就处理掉。哎咻哎咻哎咻，哇，换成肉来吃。这次又有了杂货批发商，这次有牦牛可以买哎、欸，我要买牦牛，牦牛一头，两头，比较年轻，比较老，好，好啦，一个这样子好不好？一个9岁，一个2岁。动物的世界不是我能理解的世界，不管它了，我要每一次都要跟你买电子零件，确定。我又买了两头牦牛回来了，哎、欸，这个牦牛比较好，它的负重，我记得每一次他们在走都是用牦牛在上送嘛。我来看看一下，组织旅团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加75哎、欸，赞，好不好？我要了，那个牛真的可以全面处理掉了，有牦牛取代牛。牦牛会不会生奶？牦牛奶，哎、欸，好像会、欸，看一下会不会健康？健不是健康，看一下需求。有哎、欸，牦牛既会产毛，也会产奶哎、欸。哇哦，那还等什么？那还等什么？全面处置啊！是不是肉饼完成了？接下来要研究什么？魔鬼菇、简易冷却器，这些都不需要吧？生命探测器好了，研究。哇，这里已经越来越高级了。哎，我真的觉得我的食物好像真的不够了、欸。食物是不是真的不够了？哎。慢慢在减少中欸，应该再开辟一块田咯，感觉好像不够哦。好啦，来再来开辟好不好？结构家具、太阳灯放在这里，然后要一个暖炉，温度暖炉控制。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不爱走这里耶、欸，我是不是要再设计的让这里更好走，让他们更有兴趣走这边？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更有兴趣走这边，我这边已经封成这样了，应该会很有兴趣走下来吧。我把这一格拆掉好了，这一面改成这样子，哎、欸，这样子他走下来比较容易，应该会更有兴趣走过来哦。哎、欸，虫族从我家冒出来了、欸，瞎毁啦！虫族从我家冒出来了，征召一下，征召一下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、欸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好不好？虫族竟然从我家冒出来了，我们要在这里。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，
哎呦，哎呦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要去开门喽。这个宝石敞开哦，去开门喽。好了，要走了，要走喽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来喽，来喽！哎，倒下了，倒下来了，倒下来了，倒下来了！不要走哦，不要走！他们在搞破坏了！哎哎哎哎哎！打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你在干嘛？打他，打他！哎、欸，我自己打烂自己的家具了，自己打烂自己家具，哎、欸，在自己家里面打起来真的不爽啊！哇，好多东西都要坏掉了！哎、欸，快快快快快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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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完了吧？哎呦，好好好，结束结束结束，啊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个再征召一下武秋风进来好了。把这个虫穴打掉，哇！我就损失什么？损失一个这个艺术桌，艺术桌，好好好，盖回来生产艺术加工，雕刻桌在这里，然后哇，这里好脏好乱哦，一点都不像无菌室哦。好脏好乱哦！努力的扫扫扫扫，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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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，不要不要跑走，努力的扫地好不好？努力的扫地，把这里先扫干净。这里怎么这么脏啊？一个虫族侵入，哦，超脏的，在这里养病，早晚会死吧？哎呦哎呦！哇，我们要保持这个。医院的干净，然后不要保持敞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小猪你怎么走进来了？小猪你进来干嘛？伙伴的关系吗？也不是啊，又生了两只哈士奇哦。我现在有猪就好啦，我要哈士奇干嘛？我有猪就行了。驯服，驯服什么？鸵鸟？我不要啦，杀掉啦，等他回来再杀，太远不想杀。哎呦呦，康复咯，开始修咯。虫族从家里冒出来，也是该修一下了。虫族还有咬坏什么东西吗？目前还看不出来，好不好？目前我是看不出来了，应该没有吧？